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学者访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中国甘肃临夏外国语学校的张维珍校长，张老师您好，Salam alaikum。哇，alaikum assala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就是一翻译出来这样增加了这一点东西，把它原本是博大精深的这样的内涵的给局限了，就是局限了，甚至跟现代的新发现的一些知识相冲突。对，是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有时候看圣训当中也有，比方圣训当中有一段圣训是这个。 我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in lam tastahi fa fal mashat。如果你不知道害羞，你就任意去做吧。这个呢，我觉得两个层面可以去理解。一个是就是说有些人说的确实有些不害羞的人，那就没办法是吧？无法无天的人就任意去做，就没办法对他是吧？没羞就人不知道廉耻的话，那就是对一个人是没办法，就是他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这样。但是另有一层意思，从正面的。 就是说，只要这个事情当中不存在就是让人内疚的事情，让人愧疚，那就你就去做，大放心大胆的去做，对得起自己，只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良心，对得起教门的话，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这从另外一个，就是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这个古兰这个圣训，类似这样的圣训。比方说有一段圣训，他说的是 “Man qala halaka nasu, fahuwa ahlakahum”， 或者“fahuwa ahlakuhum”， 两种。 你看，这个就是两种解释，就是谁说人们灭亡了，就是人们整个不行了啊，这样的人是他让他们灭亡，这样说这个话的人，他让他们灭亡，就是他首先是一种悲观失望这样的啊，哎呀，现在完蛋了，世界完了，这样说这个话的人，他本身是让他们完蛋，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始作俑者，就是他本身是这种消极的这个当中的就是。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说，ahlakhum，他让世界灭亡，是他让人们灭亡，从事这种。另外是，fahu ahlakhum，就是谁说是人们灭亡了，那这个人是最先灭亡的人，ahlakhum那是 ism tafdil， 啊，这是最先灭亡的人，就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首先是灭亡者，他本身是灭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神学呢，你可以，它的字面稍微就是不一样了以后呢，可以说的。 理解的可能是层面比较多一些，这样。对对对，就是说我通过您的解释，我们进一步的就理解到了，就是说，除了信仰安拉是绝对独一的，就是体现在一上，那么剩下它最起码都有一个两面性或者多面性，那么包括我们的每一节ayat和每一段圣训，那么由于它是适应所有的人，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环境，而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人他不是单一的，它是多样化的，人们所处的环境也是五彩缤纷的。那么，因此呢，它里边所承载的信息也必然是多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其中的一种，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那么，不自然的做，不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把它当做是唯一正确的。 啊，一旦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那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恰恰与伊斯兰这种广泛性的伊斯兰的本质，它的宗旨是相违背的。由您刚才的解释，我突然想的还有一节ayat，好像也是谈了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博大的，就是我们常念这个 takathur 的第一节 al-hakum takathur。那么非常明显，这个里边这个 takathur 它是一个互相比多，互相多。 然后这个互相多呢，在这个古兰经当中，它没有明确的指出在哪一方面互相多，是在正面呢，还是反面呢？哪一面互相多，它没有说。那么同样 ，al-ha 这个词呢，它是个及两物的动词，就使某人疏忽某物。而在古兰经上，这个它只提到了第一宾语，就是使你们疏忽，但疏忽了什么，它没有说。那么这个。 在哪一方面比多，没说，然后疏忽的具体什么，也没有说，这样的可能就给我们的理解上，它的所承载性就是非常非常博大的。
看你根据你比多的方面的不同，可能你疏忽的领域也不同。这个可能就是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说古兰启示和圣训它所承载的信息是多么多么的广泛。因此呢，这一方也体现出了伊斯兰的这种广泛性，对吧？那么这一方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中国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是说由于种种的原因吧，就让我们就是说固守或者就坚持我的某一种理解，或者某一种我所理解到的信息就是唯一的正确的，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应该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矛盾呐、是非啊，甚至在历史上因为这些原因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尤其是这个清朝时候的时候，由于这个清政府对我们大肆屠杀，可是有些是我们追结它为真正的这个导火线、真正原因的话，可能首先是由于我们内部之间的分歧，我们内部的争端，最后让这个事情呢逐渐回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大的灾难才出现了。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说古兰经的安拉塔拉在说，凡是你们获得的这些福利都是安拉的慈悯，凡是你们得到的这个遭遇的这些患难都是你们自找的，都是你们自找的。所以说为了能够让我们尽量避免这些不应该出现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结果，您能不能继续在这一方面给我们进一步更深一步的再举一些例子呢？谈到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犯的很多错误啊，往往是这种片面的理解，或者是一种就是支离破碎的理解啊造成的。比方说古兰经当中，有时候我一直喜欢挖掘古兰经的原意啊，它的原词的意思。你比方说古兰经当中提到，就是那些信使们他们这个观察真主的创造的时候，他们有个表态，他说曼纳曼哈拉格达哈达巴提拉，主啊，你没有白白的创造这个，你没有突然的创造这个。我是看原文里边是这个，没有说这个什么，我说曼纳曼哈拉格达哈达巴提拉，你没有白白的创造这个，都是有 hikmah， 都有哲理的，有智慧的啊。马江先生翻译成这个，我问的主啊，你没有突然的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啊，没有白白的创造这个世界，没有白白创造这个世界。但我觉得这也有局限，因为这个的话，原文里边哈达，你如果宏观的话，当然这个世界，观察整个，比如说日月星辰的话，你可以说啊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观察某一个动物，观察到某一个局部的一个小东西的时候，你就这个世界的好像对不上了，是吧？可能是。那一刻你的想法当中就是，哎呀主啊，你确实没有创造单独的这个动物，或者单独的这个植物，或者单独的这个创造这样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什么局部的一个被造物啊。我记得有一个老前辈，一个阿訇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对我触动很大，我就对这个阿耶理解的有点，我觉得应该是更大一种，更加广泛。他说在文革期间啊，文革之前吧，他也就是反宗教特权那一段时间，他就是被迫啊赶着一群猪。他说阿訇嘛，你是阿訇嘛，就故意侮辱你嘛，让你赶着一群猪到一个地方去。但是呢，他赶的过程呢，他心里边很平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那猪什么很多真主的被造物，我没什么偏见，我就是真主命令我们不吃它就行，赶不行，而且我是被迫的，赶着也没什么，我去参悟。然后正在赶的时候呢，他路上碰到了一个和他本来有一种偏见、有些成见的一个阿訇。那个阿訇就是有教派的原因，跟他有一点矛盾。一看他这个景象啊，觉得他就是被惩罚了啊。我们林先生说的把他罪行啊，就是很嘲笑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充满嘲笑，就那种看着他，没说什么，但是充满嘲笑。然后这个阿訇呢，赶着猪。大声的读这段古兰经，我说曼纳曼哈拉格达哈达巴提拉，主啊，你没有白白的创造这个，指的猪，你没有白白的创造这个。他说我赶的猪，我在考虑啊，考虑这个问题，这是都是曼哈路，我在考虑真主的迹象，这困路，这一切是真主的迹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阿訇境界比较高，虽然他不识字，这个阿訇，但我觉得在那样的境况之下啊，他能有这样的心态，
而且对古兰经的理解，你看这个哈扎他还包括所有的这些美合路，所有的存在。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古兰经原文，我们要还原古兰经原文，这一点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哈扎太广了，是吧，太广了。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古兰经当中提到了这个关于交通工具方面，你乘上车乘上什么以后念的是不哈纳的对萨哈拉纳纳哈扎哈扎我马困难来我们古兰经哇应当一来我们来我们搞一步萨哈拉赞颂真主超绝，让我们制服了这个，制服了这个什么呢？没说，我们过去的话有可能巴格拉是吧，牛，有可能是托格骆驼，但是古兰经原文没说。这个当中就涵盖了就是将来人们创发明一些制造的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哪怕是火车飞机，哪怕是宇宙飞船，全部包括在萨哈拉纳哈纳的这个范围当中。这是我有时候考虑的一些问题。古兰经当中像这样的啊深索性特别大的这样的古兰经特别的，为什么古兰经用了哈扎没说其他的？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有一个思维的空间，思考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挖掘古兰经的时候应该就是考虑的一个问题。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的访谈节目呢暂时到这里，不要走开，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萨拉马利库姆瓦拉哈马图拉希瓦巴拉卡图。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跟随我们的张老师继续探讨伊斯兰的广泛性。张老师你好。 Assalamu alaikum。 Wa alaikum assala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那么我们在看待一个事物，认识一个事物，尤其是在伊斯兰的时候，我们很难以达到一种面面俱到。是，那么这就需要这个我们带有一种包容的一种胸怀，彼此之间互相的沟通，互相的学习，而不坚持己见，自以为是。是，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哦，我认识的只是一个方面，而古兰圣训它所承载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博大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会避免掉很多很多的一些矛盾啊、是非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灾难。是的，正像安拉在古兰经说的，就是我创造着不同的民族，以便你们互相了解。只有在这个互相了解、互相沟通当中，那么才能够使我们不断的这个发展成这个上升这种趋势。反之呢，那肯定是一种倒退，一种倒退。而且它这种倒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灾难，我想在这个伊斯兰历史上，从先知阿林斯拉姆这个迁入的麦地那，就是翻开了这个历史的崭新的一页，从那时候开始一直一到中世纪，那么这个一代一代的穆斯林先辈们，由于带有这样的胸怀，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造就了这样的博大的胸怀，才使我们在各行各业，尤为突出的是我们的文化这个行业当中一直是处于上升趋势。那么到后来中世纪之后，那么尤其到了近代以来，我们在呈下降趋势。当然到了近代二十世纪之后开始有了复苏啊，有了复兴这样的迹象。可能真正要实现这种复兴，就是要解决我们的这种思想问题。这思想问题就是回到我们伊斯兰的这种广泛性上。是，广泛性。那么今天我们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跟这个的关系是很非常密切的。我们刚才谈了这个伊斯兰的广泛性哈，我想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著名，就是这个壕沟战役之后紧接着讨伐这个班尼胡雷泽。那么中间呢，圣人咱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到这个班尼胡雷泽驻地了之后才能离这个阿索了。结果半道上就是这个圣门弟子们对这个圣训的理解就出现了分歧，有些人从直面字面来理解，有些人从他所主张的宗旨这一块来理解。那么出现这样的分歧，它带给我们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觉得这个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伊斯兰的广泛性，就是说对伊斯兰的理解可以是多层次、多层面的、多角度的一种理解。这也是解释了，就是说一个是分歧为什么存在，一个是解释了后来的法学学派为什么存在的一个问题。你看，首先是不管是从字面理解还是从他的精神理解的两种倾向，
让斯拉姆都给予了就是肯定，说明是让斯拉姆当时就认可了一种分歧。后来的我们的这个法学家们把本尼古莱佐做阿斯里做笛高尔的这个事情呢，作为是就是让斯拉姆生前就认可对细节问题的分歧。那么这两种看法全部加起来，所有的分歧加起来，那就是一种全面的理。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并不奇怪，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圣训当中是这样的，就是有些索哈本，哪怕是很大的索哈本，他有时候对某一段圣训比如说不理解，或者说是他这个不知道。所以说那个伊玛目伊本泰米尔拉哈马洪拉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边谈到，就说没有哪个正统派的伊玛目有意识的违反圣训，因为知道这段圣训，明明知道然后抛弃不可能。那么有时候他的判断和这个圣训有冲突，这怎么理解呢？他说有好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哈迪斯拉米耶布鲁，就这个圣训没到达他，就他不了解这个圣训。有人会说，哎，这么大的伊玛目们，他们难道有不知道的圣训吗？不要说伊玛目了，就是说索哈比，就不要说索哈比了，就是索哈比当中最有耳闻的阿布巴克，布拉迪亚纳瓦努，他最有知识啊，索哈比当中。但是有一次呢，别人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奶奶就是有个祖母，他说他的孙子去世了，他要从孙子这个要分遗产，那么真的说这个奶奶分多少遗产，然后这个阿伯克拉德拿回来不清楚，然后就说我不知道使者索拉罗萨玛曾经给这个祖母分多少遗产。正在这时候呢，在场的一个索哈伯站起来说，我见证使者索拉罗萨玛曾经给这个祖母分了六分之一，苏杜斯。然后阿伯克又说，有没有其他的见证者？然后其他一个索哈伯站起来，我也见证，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给祖母分过六分。然后阿伯就根据这个呢做了判断，就是是的，你这个就给他了六分之一，做了判断。那么这个当中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哪怕是索哈伯当中最有耳闻的人，像阿布巴克拉迪亚拉哈努，他也有不知道的神学，这很正常。那么何况后来的伊玛目，你说一个伊玛目，何况后来伊玛目他们这个分散在各个地方，除了这个后来的像伊玛马利克、伊玛目沙菲、伊玛伊本汉贝利，他们是师生关系啊，前后是。像伊玛目阿巴哈尼法的话，跟他们这些伊玛目几乎没见过面，没见过面，直接是跟他的跟阿巴哈尼法的弟子见过面，但是跟他们没见过面，要直接沟通不可能。再一个，伊玛目分散在各个地方，不像我们现在这种打个电话问一下呀这种情况，没有，不可能一去就是几个月那个路上，所以说也不方便。再加上当时的整个圣训还没有收集成册，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们沟通各方面都不是很畅通，所以说你说造成分歧非常正常。所以说伊玛目马利克拒绝把他的穆安塔圣训作为就是让所有的人必须遵循的一种准则，他不同意。原因他说的索哈伯分散在各个地方，他们有各自知道的一些圣训，他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包容的去对待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对这种啊对分歧问题的包容本身，它就是一个对伊斯兰的全面理解或者伊斯兰的广泛性的一种认识的一个方面。对，我想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就是获取信息的途径和媒介在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一个个体跟前也都是有限的，那么这就导致了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获取所有的信息。这个不单是在过去，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特别畅通的这种渠道下，都不一定能够，都不可能实现每个人能够获取所有全部的信息。是，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就能够更能够理解这个伊斯兰的广泛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但是伊斯兰它是一个立体式的，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一面。这样的话，可能对扩展我们的这个胸怀，这个能够实现我们的团结，可能更好一下。就像由此我们就说到这个，我们之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不团结的现象，尽管每个人可以说无论他的学识的这个高低都知道这个团结的重要性，是他的益处都知道，而且都还引证同一段古兰经，说瓦特松比哈布林拉黑杰米亚乌拉特法尔古，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实现
团结的途径，或者换一个通俗的说法说，是我团到你那里去，还是你团到我这里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固执己见，意识不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所掌握的信息，它都是有限的。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但真正实现团结的话，那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这种包容的胸怀，没有胸怀。所以说我们谈这个话题，这个伊斯兰这个包容性，它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说通过这个谈话呢，我们能够带给我们的观众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启发，可以说是很多的启发。好，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暂时呢就访谈到这里，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这个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萨拉马利库姆瓦拉哈马杜拉希瓦巴拉卡杜。